去年十二月圣诞节档期，电影院上映了《一杯热奶茶的等待》，改编自畅销小说。虽然票房跟口碑都不怎么好，不过剧中的男女主角收获倒是不少。连城祥跟周雨天，好了，周雨天。啊！对啊，那个毕竟不管怎样都会没有，其实他的内心是喜欢城祥。周雨天、连城祥二选一。电影中的女主角吴子飞嘴巴上说要周雨天，但心里恐怕不是这样想的。想看一下就会有一点怪怪，快快舒服。但其实对，真的相处起来，因为他其实因为我不知道说我笑一开始怎么样，就是跟他讲话就蛮好笑的。我觉得我喜欢好笑的，就是有幽默感，可能就是坏坏惹人爱。电影里的浪漫就从荧幕溢出来了。剧本刊收到了线报，连城祥、吴子飞两人假戏真做，从荧幕情侣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男女朋友。早在去年十二月中，两个人工作结束，吴子飞就独自一人上了连城祥的车，到了三峡。而在今年电影宣传期早就结束，两个人又被本刊记者捕捉到一起逛东区，虽然没有亲密互动，但看起来关系相当紧密。如果你们说这是我们想太多，那你再看看这个，躺在大草原上，果然不愧是台版的新垣结衣，笑容真的好甜。只不过这个两只手举高高照片到底是谁拍的呢？在 IG 上的 po 文还说情人节快乐，发挥键盘柯南的精神，那个白色栏杆，那个黄色木杆，我们认出了这是垦丁加热水知名的民宿餐厅。而就这么刚好，眼前的美好事物看着就好。在差不多的时间，连城祥的 IG 也更新，PO出的照片也是在那间民宿餐厅后方的大草原。我个人是不太相信有这种巧合啦，只能说你们这对小情侣欲盖弥彰，但还是祝你们幸福，可以一起过很多的情人节喽。